湖南卫视一年级大学季即将收官，日前留下来的旁听生和正式生们在上海戏剧学院迎来了音乐剧《如果爱》的期末汇报演出。演出当天，姥姥在观众席上发现了一位从头到尾都是黑色装扮且腥味十足的观众，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上门姐。据悉，上门姐此次作为音乐指导老师惊喜现身，自曝是一年级的忠实观众的她透露自己每一集都有追着看，但在看完整场音乐剧的排练后，上门姐就爆发了她的毒舌小宇宙，将来以毒舌著称的他开始在现场对一年级同学们的演出进行犀利点评。有点娘，有点娘，有点娘。他的所有的肢体是没有定的，他哪怕几个换了他。只有人的主体，就我觉得我可能比他有劲儿一点。犀利点评过后，兴致大发的上门姐还在现场亲自纠正起一年级同学们表演中的动作来。而对于上门姐的犀利点评，同学们个个都是虚心接受，对此真是想为各位同学们手动点赞。然而同学们虽然接受了，但在上门姐一连炮轰学生表演不好后，最终却惹怒了不服心切的刘云，致其当场甩脸表态，为自己的学生们抱不平。这还挺不爽的，其实。但是呢，尚文杰老师也在台上很礼貌的一直在叫我刘云老师，我也就觉得老师跟老师之间就给个面吧。但是他这么说我的学生，我还挺不爽。芒果捞新闻，更多精彩请关注本周六晚10点一年级大学季音乐剧《如果爱》报道。